at 所有人。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没有？手快有，手慢无，赶紧点开今日份惊喜。哎，这个痴情男子是老大吗？平时看不出来呀、对女朋友真是动手能力突飞猛进哦。友情提示：这个群里虽然没有老大，但有大嫂。从来没去过游乐园，所以想给他开一个24小时营业且只对他开放的游乐园。天哪，一人一整个游乐园，这也太浪漫了吧。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呀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缺失，未来都想补偿给他。这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男朋友。那你们的游乐园叫什么名字啊？就叫，哎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你刚看到的都是你错觉。那个游乐园你是送给我的吗？哦，我量过去玩了。就再量一次。那个游乐园，除了游乐园还有其他的？